别人来咱们直播间啊，刷墨镜能涨到粉丝了，以后他们也会经常来咱们直播间支持王菲的，好不好？缓解一下，一人一个墨镜，给我打上。经过刚才那一把 PK， 现在对面西太都崩了，直接他们就打出300费了，他已经打不动了，他们已经不敢刷了，工作家人们，他们现在已经不敢上了，害怕就是那个。急了，我们就，看他们知道他们移不了我们了，所以他们也做这个无力的啊，没用的挣扎了，对不对？咱们这把应该无疑了，不用刷了，咱们就点点赞就行了，家人们。那个只要能移就行，能让大家少破费一点更好，对不对？不用刷了，家人们啊，应该无疑了，对面应该分数上不来了，咱们5000费够移他了啊。咱们准备家人们啊，礼物不用刷了，咱们应该能移了，你们就把瓦费给这个把一红红姐姐点点关注啊，红红姐姐现在多少粉丝啊？哇，红红姐姐都快4000粉丝了，把红红姐姐的关注点到4000，来，还差100多就到4000了。还有咱们这个树姐的粉丝，给她点到1000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还有这个花花的花花姐的粉丝给她点上去。咱们准备家人们啊，这把 PK 咱们都不要刷礼物了，咱们应该稳赢了啊！你们就给八一、八二、八三点点关注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把瓦费给八一、八二、八三点点关注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然后没有加入瓦菲的啊，那个瓦菲这个人呢啊，说话有时候比较大声啊，然后特别是这个直播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了这个直播效果啊，说话有点比较狂躁的那种啊。但是知道懂瓦菲的啊，他们啊会理解瓦菲的啊，懂我的人啊不会恨我的啊，那些恨我的人是不懂我的啊，不懂咱们的，咱们也没必要解释。所以咱们直播间现在很多人都还没有加入王菲的粉丝团，愿意觉得王菲这个人可以，你们觉得王菲这个人可以值得你交个朋友的话，你们就给王菲点个粉丝团，加入个粉丝团。觉得王菲不行王菲这个人你讨厌的话没事，你先关注一个，先点个关注，先看王菲两天直播，觉得还是不行的时候，到时候再帮我取关了，拉黑了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咱们主位家人们没有加入王菲粉丝团的，给王菲粉丝团点个加入，行不行？咱们礼物的话，丽丽姐礼物不刷了好不好因为咱们应该能移了应该不用刷了，应该我赢了我赢了的话，那就没必要破费了，你们就加入个粉丝团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用粉丝灯牌打他。来粉丝团那个不知道怎么加的我粉丝团不知道怎么加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我的头像旁边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小西西点亮一下，把这个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把这个黄色的小西西点开一下，加入一下你们没有关注我的，看不到这个黄色的小西西，关注了的就能。对面飞速上来了。还有1分40秒时间，给我上！感谢我树姐。
咱们后面的哥哥结束了没有？接着一次默契，一起上。要不然他对我，他对面心态都不了，你看到他那个表情就崩溃了。要不要以咱们这小皮根？这种数学，数学，数学和欧子杰说好的，你们两个不能穿礼物的。说好的，你们两个不要穿礼物的，八一和八二你们两个说好了不能穿礼物的，还有八八，你们仨别说了。来啊，现在分数相差不多，咱们后面的各个级的帅妹一起上，欢迎我华哥。这把七底了，不能再七底了，我靠！对吧？不要那么垮嘛，他垮什么嘛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把是我们让你赢的。来，打两个字，来，伟家就牛，来，把牛打在公屏上。谢谢梅姐，不要输了啊、哦！直播间2700人，马上3000人了，来，胜利了，来，家人们，牛，把牛打在公屏上来，家人们。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我的干妈还有我的英子姐啊，把二我的英子姐今天晚上很给力啊，还有我们的板三梅姐啊，太给力了，还有我的后面的拉拉队，我的家人们啊。喂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喂，王菲，你会不会打 PK？ 记录哥，没有那个，我想着他打不了那么多费了，我不想让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刷那么多，没想到啊。对，我们不能输给他，家人们。你输了吧？你一把，我一把，这把谁赢了，谁就赢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太垮啊、哦！不要太垮，低调一点，好吧，低调一点。今天晚上我就教你怎么做人。谁教谁还不一定。谁教谁？啊，最后一把，刚才你移了一把，我移了一把，最后一把。对。我移了，我就让你怎么做人做事，好吧 ？OK。今天晚上你确实有点垮啊。好、哦。说话。好。不老来。兵们。不跟你废话了。兵们。来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这把 PK 只能赢，不然的话，咱们啊，红红姐姐刷了2000啊，我把二我树姐刷了800多，还有把三花花姐姐刷了400多，全部都白刷了。上一把是咱们轻敌的，这一把，来，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。看到公屏上谁送墨迹，咱们所有人全部给送墨迹的人点点关注。这一把如果输了的话，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，白说了。
火火姐姐再次送上了飞机。你们看到谁送墨迹就给谁点个关注啊，然后公屏上把王菲打出两个字感谢，两个字感谢我马上的每一位大哥大姐，然后咱们直播间啊4000多位家人们，后面大哥大姐们有条件有能力的一起帮王菲上一把，马上的啊钱打上你们一朋友说了。再起底了，不能像刚才一把那才那一把一样，到最后我们啊对面粉丝抽过来了，我们想抽都来不及抽的那种，不能像再像刚才那一把一样了。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众筹一把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一起上。礼物的话，飞速会翻倍的，一起上，还有30秒时间。感谢我记录哥，谢谢我记录哥。感谢我树姐送来的飞机。家人们，没有给萝卜哥点关注的，给萝卜哥点上个关注。感谢这个开机一发送来的墨镜，感谢用户哥送来的墨镜。对面飞速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飞速上来了，还有3分钟时间。
这一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一把对面肯定会偷塔，这一把对面肯定会偷塔。来，咱们把飞速打到三万，把飞速打到四万飞，对面就偷不了了。咱们把飞速打到四万飞，对面就偷不了塔了。公屏上一人一个墨镜，咱们把飞速往前走一走。感谢我记录哥送来的这个热气球，谢谢我记录哥。感谢我胡太阳送来的墨镜，谢谢我胡太阳。感谢我贺妹送来的墨镜，谢谢我贺妹。树姐再次送来的飞机，谢谢我火神送来的墨镜，最后三十秒，对面飞速上来了，不要让对面偷塔了，不然白刷了这么多年份。最后十秒钟，对面的飞速目前比我们多三千分，还有十秒钟。最后五秒，感谢我花花送来的三个抖音一号。哎，这不比上，霸王会打出三两个字，感谢。飞家人必胜！来，顾皮上，感谢两个字送给我们前把上。所有人啊，所有飞家人，顾皮上打出三个字啊，打出两个字，感谢两个字，把这两个字感。